这个小兔子看看已经贴完了，现在正在裱框，一幅画贴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钻，最起码要剩个三分之一的钻出来了啊，多配了我们每一幅画不管是大画还是小画都多配了30%，所以咱家的钻量你保证啊。好，现在主播手上把这个画板已经打开了，看这个其实是很安全了，这个很软的，手轻轻轻一掰就开了啊，其实孩子都可以自己独立去完成的这一款啊。看把它里面掰开以后，里面的背板拿出来，那咱们的有机玻璃是上面是带了一层膜的，所有的宝宝们都要知道啊，带了一层膜，这层膜是要把它给撕开的，膜撕开啊，我们把两层膜啊，两边都有膜的，这一层膜撕开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去看看下面一层膜，对的，下面一层膜也把它撕到一半的一个位置啊，因为这样子比较然后再把它直接放上去，把我们这个画要剪一下，画要剪一下啊，来看一下，画要剪一下啊，先把我们这个小框放到我们的画框里面去啊，然后呢把这个画布多余的部分把它剪掉，多余的部分剪掉啊，啊这个不然的话没装不到框里面去的，多余的部分直接把它剪掉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个直接把这个画放进去就行了，放到我们这个剪好的这个框里面，然后再把背板放上去啊，你想看看成品，那我们马上看到成品了，是不是马上看到成品了，好，这个真的太简单了，是不是随便都可以完成了，直接把那背板这个后面按一下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2号3号4号5号链接的小款哦，好不好看，一个成品就是这样出来了啊，真的是漂亮。